你今天要跟谁告白？跟我们公司隔壁的一个小哥哥告白。那你怎么认识他的呢？刚开始是从探探上滑到的，后来才发现就我们公司隔壁。这么巧了吗？喂喂，你在哪呀？啊，我在龙湖。那能不能出来一下，我把位置发给你啊。干嘛呀？你出来嘛，你先出来吧。好，加油。好好 ，Hello， 小哥哥，请问你是阿哲吗？不是啊，你是谁？你在拍帅哥呀？这么有眼光。我是玲玲的朋友，然后他邀请你来参加我们节目的一个游戏，可以吗？什么游戏？完了你才知道呀。好，可以吗？帅哥从来不会拒绝别人。那下就走呗。Hello， 阿哲，能听见吗？我可以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先不告诉你，我们玩玩游戏再见面吧。你公司小姐姐这么多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呀？有啊。不过不在我们公司，但是在我们这栋楼里。谁啊？我也给你卖个关子。那你在探探上有没有跟其他小姐姐见过面呢？没有，你是第一个聊的女生。上个星期中午有个外卖送的是感冒药，我看到上面只留的我的电话，那个药是你送的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天你吃饭的时候打了一个喷嚏，我就随手点了药。你认识我之后有没有发现我的问题和缺点？暂时没有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哪里都好。戴上这个面具，然后去前面的火锅店等玲玲过来找你哦。这难找啊？不会，就反正在地球上嘛。玲玲这个人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对她除了朋友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小感觉？你要说没有吧，确实有那么一点点这个想法。还有一点点吗？好吧，我承认。我有想法。你觉得今天自己表白能成功吗？应该可以的。之前我在探探上滑到他的时候，就直接显示了配对成功，说明他对我第一印象很好啊。聊得挺来的，三观也挺合的。主要是离得比较近，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那么厉害的他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行，那你加油吧。找不到，能不能给个提示呀？你单身的朋友，然后打电话告诉他说你要脱单了，不跟他玩了。真的，我被打了。继续挑战哦。喂，我脱单了，你信吗？不至于吧？以后单身的日子你要记住啊。那肯定是的，那肯定是的。别啊！我挂了。电话就在前面的火锅店那边。火锅店，我等会儿自己去。我要解释一下。他把我拉黑了。你干啥呀？变瘦了。是吧？我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把这个改掉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走。没有忘了，在的。我认识这么久了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他给我买感冒药，还没有告诉我。就走在路上嘛，我鞋带掉了，但是我没有发现，然后他给我寄了，其实也挺暖的。最喜欢的人物是谁？王林凯，小鬼，手机壁纸，特别喜欢他，我觉得他特别有才华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才艺叫 B-box？就是用嘴巴可以发出一些乐器的声音。好，我现在给你打一个啊。哇哦，很厉害。我要害羞。所以你要推我。OK， 那接下来要玩游戏咯。你比我猜。好。看我们的有没有默契。我比。你比。你猜。江湖你。第一个字，这是什么？手。好。狗。再听。我猪。对。前两个字联系，守株待兔。功夫这个电影里面包租婆的绝招是什么？拿个大喇叭。又没水了。完了。虽然你们猜出来了，但是超时了，还是要接受惩罚的。指压板上的人生。哦。对。来，平时有健身吗？我健身，我也不健脚底板。疼吗？我脸都红了。我要清理一下战场。如果你愿意跟对方往进一步的关系发展的话，就转身。三二一。